好，就是前身拉纽约好，唯一夺冠的那一次，2006年那一次，哇，他那一次打超好，四场比赛打击率4.12，有几手看这个球 ，nice play， 陈永吉，这个球 nice play， 非常精彩漂亮的接球跟传球啊，身体重心已经是往三垒那个方向的情况之下，还把腰一扭过来传往一垒，传得非常准，刺杀了石志伟，形成两出局，一气呵成啊。这个球我们看看慢动作哈，接传是一气呵成，接到球以后就出手，哦，这个对腰的力量是很重要的，扭得很顺畅。看看哈，感觉起来是有些个接掉了，但是有点蹬蹬个中。哦，陈永吉腰力好哦，陈永吉也是。